뉴스 인강 사이트 스크린중국어.com의 예전 뉴스를 하나씩 올리고 있습니다. 오늘은 중국의 전통 음식인 쯔옹즈에 대한 뉴스입니다. 아마 단오 근처의 뉴스였던 것 같습니다. 원본을 두 번 본 후에 주의해야 할 어법과 본문 해석을 보고 자막이 있는 영상으로 두 번 본 후에 외워볼 만한 문장을 여섯 번 반복해 두었습니다. 어법이나 해석이 필요 없으신 분은 자막부터 보시면 중국어 영상만 보실 수 있을 텐데요. 자막 영상이 어디에 시작하는지는 밑에 더보기 부분에 표시해 두었습니다. 최신 뉴스로 시사 중국어 공부를 하시고 싶으신 분은 중국어 뉴스 인강 사이트 screenjunggeo.com 사이트를 방문하시고 HSK 6급 정도의 실력을 가지신 분이라면 드라마와 뉴스를 하루씩 번갈아 수업하는 이형난 강사의 스크린 중국어 화상 수업을 들어보셔도 좋겠습니다. 자, 그럼 원본부터 들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还在。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 曲子祠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彭协和老人今年86岁，包粽子包了70多年，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这是端午之际的曲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 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 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敬礼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 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还在。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祠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彭协和老人今年86岁，包粽子包了70多年，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 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 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她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她，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敬礼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 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 장문부터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제일 먼저 출연했었던 그 종자의 맛이 아직도 남아있다 라는 말이 있었는데요. 이 두 말을 좀 해보실까요? 그 사람 있나요? 안에 사람 있나요? 한글로는 다 똑같이 있냐고 물어보는 거지만 중국어에서 이 두 문장은 처리가 다릅니다. 그 사람은 특정 주어고요. 누구 있느냐, 사람 있냐 이럴 때는 불특정 주어이지요. 중국어는 불특정 주어를 앞에 쓰기 싫어하는 그런 경향을 가집니다. 오늘 장문하실 때 여우 쓰신 분이 많았는데 맨 처음에 나타났었던 그 쯔옹즈의 맛은
특정주어입니다한가지예요그러니까앞으로와야되고요동사는짜이를써야됩니다타짜이마특정주어는뒤로가지못하죠근데누구있나요요란마요를쓰게되고요주어가뒤로가게됩니다그래서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특정주어지요一直还在짜이를쓰면서주어가앞으로가게되고아직도여러가지맛이남아있습니다이렇게된다면불특정주어이지요요를쓰게됩니다还有很多粽子的味道절인고기는뭉텅뭉텅썰어서닭볶음탕에넣는것처럼툭툭써는것切块이라고합니다요리의재료의모양새는얼화를시키는게표준어라고합니다切块뭉텅뭉텅썰다切丝切썰다切片호박부침개처럼납작납작썰다切丁깍두기썰듯이깍둑썰다切条감자튀김하듯이요굵은채를썰다70여년간종자를빚어왔다오늘이부분에서대충하신분들이많았는데이거한번해보실까요중국어를2년간배웠다이건조금다잘하셨어요学汉语学了两年学了两年的汉语이렇게하실수있겠죠물론지금까지배우셨다면끝에러를하나씩더써주셔도됩니다그러니까70년동안종즈를빚어왔다같은구조입니다包粽子包了70多年包了70多年的粽子粽子의계절이돌아올때마다무엇무엇이되기만하면언제만되면봄만되면생일만되면이렇게얘기할때요매到이到到了이런것들을쓰고뒤쪽으로동사앞에또나죠이런말들을써주시면되지요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마을사람들이彭할머니를집으로초청해가서粽子를빚는다라는말이있었는데요彭할머니가마을사람들에의해서초청을받을수도있고요마을사람들이彭할머니를집으로초청해갈수도있겠지요각각읽어보면되겠습니다彭姥姥被乡亲们请到家里乡亲们把彭姥姥请到家里절인고기를넣은것꿀에절인대추를넣은것그러니까粽子에들어가는소이야기지요오늘은간단하게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이렇게썼는데뭔가조금다양하게얘기한다면 share 이라는말을쓸수있습니다만두같은것에들어가는소를 share 이라고하죠腊肉馅的蜜枣馅的이렇게얘기할수있습니다화면을잠깐멈춰놓으시고이문장들을한번얘기해보시면좋겠습니다당연히포인트는맛혹은입맛이라는단어입니다나는요즘입맛이없어요위에서땡겨주는거지요식욕입니다胃口그와나는입맛이달라요그는입맛이까다로워요입에포인트가있는겁니다입이달라요口味이음식은맛이좋다그야말로순수한맛입니다맛미자가앞으로오게되는거죠味道더치페이는한국인의입맛에는맞지않는다취향이지요역시입이까다롭다의그입으로갑니다口味이짜장면은사천맛이다물론味道가틀린건아닌데요사천풍이다이렇게말할수있는거지요펑웨이펑월을쓰게됩니다오늘맛이여러가지가나왔는데밖에서는각가정의바람에따라서여러가지맛으로여러가지입맛으로빚어준다취향에맞는맛으로거웨이를쓰는것이었고요종자의맛도변하지않았다여기에맛그야말로맛미자쓰는그맛입니다웨이다오를써주셔야되겠죠오늘장문하실때이거는거의 100% 틀리셨어요외손녀도올해그녀를도와종자를빚게되었다예의위치대부분여기에쓰셨습니다外孙女儿也今年이렇게시작하신분이거의다였는데요이문장을하나확실히외워주면좋다고했지요나도예전에너를좋아했다
我也以前그러면틀린다고했습니다시간사뒤동사앞에써야되는게예였었죠我以前也喜欢你뜻은세가지가다나온다고했습니다나도옛날에너를좋아했다나는예전에도너를좋아했다내가그래도예전에는너도좀좋아하고그랬었는데이렇게세가지의뜻이다됩니다위치는고정입니다그래서외손녀도외손녀에걸린다고하더라도예의위치는여기가고정입니다그러면외손녀가올해도도와줬다고해도역시같은문장입니다외손女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是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오늘듣게하실때시원하게취를가다로해석하셔가지고우리를즐겁게해주셨어요粽子의탄생지에서사람들은가서粽子를먹어요하지만자기가가서빚지는않아요이렇게해석하면너무이상하지요우리가잘알고있는등려군의노래가있습니다月亮代表我的心거기에이러한유명한가사가있죠你去想一想我爱你有多深내가너를얼마나깊이사랑하는지한번생각좀해봐라이런얘기였는데요너가서생각해라그러면굉장히무드가깨집니다그렇게맹공하게가만히있지말고적극적으로한번생각해봐라라는뜻이었지요이런취는적극성을나타내고요어감만받을뿐한글로해석은하지않습니다가다가아닌취가있다하고기억하시면좋겠습니다본문보도록하겠습니다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还在2000여년간호남성미로江강변에서는구런의이야기가줄곧전해내려오고있습니다제일먼저출연했었던그러니까그시절에처음으로출연했었던粽子의맛이여태까지도쭉변하지않고그대로있습니다농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祠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농가의절인고기는뭉텅뭉텅썰어서잘게다지고달고향긋한꿀에절인대추는쪼개서씨를빼냅니다신선한쫑즈잎이막자라나서제크기가되면취즈즈춘의사람들은삐에는치우의뜻이지요그러면입니다다자라나면1년중에쫑즈의시즌쫑즈의계절을시작하게됩니다彭协和老人今年86岁包粽子包了70多年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彭协和노인은올해86세인데粽子를70여년동안빚었습니다게다가조상몇대의사람들이모두근처에서유명한粽子만들기의명인들이었습니다그래서그녀가만든粽子가제일원래의모습원래의맛에가깝습니다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이곳은단오를맞이한屈子祠村인데이粽子의탄생지에서사람들은여전히粽子를먹기는하지만이제더이상자기가직접빚지는않습니다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粽子의고향에서粽子를더이상빚지않아서彭할머니는마음이굉장히다급하고초조합니다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를슬쩍읽었죠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他的手
始终是最巧的。매번粽子의계절이될때마다펑할머니는마을사람들한테초청을받아서그들의집에가서粽子를빚습니다펑할머니는언제나모두들에게가르쳐주고싶어하지만그러나수많은나이어린사람들과비교했을때그녀의손이시종일관제일솜씨가좋습니다라로우더미자오더류도우더절인고기로만든것꾸려절인대추로만든것녹두로만든것자이와이면펑라우라우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바깥에서는펑할머니는각가정의바람을따라서随顺수인은따르다순은거스르지않다라는뜻이죠두글자가합쳐서따르다라는뜻을가집니다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각가정의뜻에따라서각기다른입맛의粽子를빚습니다而在自己家里包的하지만자기집에서빚는것은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반드시원래맛그대로의粽子이어야만합니다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그녀가막철이들었을때여기에지우는이르다벌써이런어감을주지요아버지가그녀에게알려주었습니다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夫子는존경심을나타내는호칭입니다선생님정도가되는거죠공자님을부를때많이출연했고성경으로친다면랍비어할때쓰는말도이말이되지않을까싶습니다구런선생이제일기계가있고충성심이깊었고나라를사랑했어요결국에는죽음으로자신의결백을드러냈습니다汨罗江畔的静谧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汨罗江강변의오로지쌀로만만든물론찹쌀이지만오로지쌀로만만든粽子는屈原선생이그랬던것처럼깨끗해야만합니다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그래서펑할머니의마음속에는식재료재료준비가제일신경쓰이고제일중요하고제일따져야하는그런일입니다용신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정성을다해서70여년간粽子를빚어왔고그맛은70여년간변하지않았습니다펑할머니를위로가되고안심하게하는것은올해는외손녀도와서펑할머니를도와서粽子를빚었습니다이제일정통의원래맛그대로의쫑즈가전해내려갈수있는희망이생긴거죠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还在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彭协和老人今年86岁包粽子包了70多年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他的手始终是最巧的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静谧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
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还在。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彭协和老人今年86岁，包粽子包了70多年，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她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她，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静米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农家的腊肉切块剁碎，甜香的蜜枣掰开去核，新鲜的粽叶刚刚长成，屈子子村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的粽子季。而且祖辈几代人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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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
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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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